高凌风的三个子女宝弟阿宝和葛小杰昨天晚上在蓝宝石之夜演唱会进行了彩排，宝弟练习和父亲隔空对唱牵不到你的手，就让妈妈金友庄在台下哭得泣不成声。右手捂着脸，听到儿子宝弟在台上和前夫高凌风隔空对唱牵不到你的手，金友庄崩溃泪流，有人向哇在一旁拍肩安抚。父子俩你一句我一句，高凌风独子宝弟葛兆恩和 3D 虚拟投影出的爸爸对话，就算彩排很多次，心中情绪依旧难以平复。金友庄到场鼓励阿宝、宝弟葛小杰，恐怕是百感交集。可能是跟我一起落泪吧，看到，对啊，因为这首以前爸爸在台上唱的时候，我们在台下也会很感动这样。高凌风子女阿宝、宝弟、葛小杰看起来默契有待加强，但还是很卖力，希望为已逝的父亲圆梦，也给死忠的粉丝一个难忘的蓝宝石之夜。燃烧吧！